我们吃个煎羊脖子啊，好羊好羊脖，黄焖灶啊，黄焖出来的羊脖子特别香啊。嗯，吃大葱啊，嗯，啊，嗯。特别特别的好吃啊，兄弟们！嗯。等一下再往进里看啊。啊，香坏了，真香坏了，朋友们。这个部位的肉啊，比羊腿上的部位的瘦，而且更鲜嫩，真的。嗯。哎呀。